走路啦，毕业快乐！哇，原来是帮人家拍毕业照，这是辅仁大学。哇，令人怀念的榕树，校园一坐就是近亲延缓，这是一幢大楼啊。这个呢是近亲啊，不是，那这是啊毕业典礼的地方。去哪儿？哇，那天有活动吗？好，美丽的辅大，毕业快乐！哇，一车把我给抓进来了，这了不起，是哪一位呀？ 哎，这个看得让人真是觉得非常的快乐，对嘛？他就是这样嘛。把我们的活动就变成你的作业，你既然也是做了这个啊人文社会服务，同时你也把作业做完了，然后呢又让老师非常的高兴，这位同学啊了不起啊！这位同学庄子言是四年级的，他还是认真的交了作业，来看他做了什么。还是记录了他家的狗，他的狗的啊，大家都对宠物啊都非常的喜欢，哎，带着他溜啊，那音乐非常快乐，哇，跑来跑去把树给折欢了，带出去玩了，还吃了好好的东西，到底是吃了什么？还舔的，舔宠物，就好有爱心。那只是玩玩具，还开始玩玩具，各种玩具，还甩铃铛，而且这个是武术呀，这是还吃零食，哇，真的是很受欢迎，还吃完就睡个午觉啊，睡午觉呢，哇。这个狗啊，树就躺着啊，跑去外面溜啊，哇，就跟别家的狗在一起玩耍，这镜头取得非常的漂亮，哇，人家带走了，不跟他玩了，他就只好回来了，回来还继续睡个觉嘛，发呆吹冷气，外面太热，回来再睡个觉，第二个午觉。哎，第一个午觉，第二个午觉，狗啊就幸福，还吃牛奶，喝牛奶补充体力，等一下还要继续玩嘛，哦，哇，这缸牛奶好大盆，哦，原来是陪主人玩，主人逗它玩，哇，还紧咬都不放，好凶狠的脸，完了呀，准备要睡觉了。睡觉了，哎呀，你看那个昏睡的眼睛呐、啊，哎呀，啊，终于睡觉完成了，这是吕子言的啊作品，啊，哎，最后有没有说一声什么？谢谢收看呐、啊、，The End 啊，通常电影都是这样，那这个完了是不是？那我们就再换到下一个，这我们学的系统嘛。那每次都要再回来都是慢慢的。那我们来再看第二位同学，第二位同学是陈子君，陈子君是我们的，是三年级的，不是四年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。好，点了他就开始演。这是什么？哇，玩音乐啊 ，My Vlog 啊 ，Visual Log， 也是他一天呢、啊，他在做什么啊？书班一下跟同学在一起，哇，那灿烂的莲花呢，哇，这是唱歌、啊，骑骑车啊，还有帅哥的追逐，一起出去玩，是不是？充满了青春活力，刚刚哇，花开呀，到哪里去玩呢？哇，
跑到台中歌剧院了。哎呀妈呀，不知道到哪去晃，到夜市突然开始 K 歌哦，七点半唱，哇，这是拿起麦克风在唱，是烤肉，小燕刚刚在唱歌，里面有一个什么，晚安小点点，晚安了，那晚安就是要睡觉了。到民宿，这是东海大学，这我认识了，对对，这是叫他拍了一下，不太关心建筑，在车上到海边走走晃晃，那就结束了。再过来，再过来，我们再来看皮卡这个地方。皮卡这个地方，我们都已经教了同学，已经教了同学，是薛怡情，薛怡情，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。一脚教这同学啊，要，哎，习字是金啊，人要学会沟通啊。这个他已经教教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是 team work， 是吴妍妍是组长，有整组的作业，他们已经由组长把它上传教教到那个地方，这个要交代的清楚啊，不然我们当成你没有作品，当成你没有作品，那不就是很惨吗？哦，对，好，那么就再回过头来就跳过了啊。疫情是不是好？疫情上次作品做得很好，哦，那大家合作了哦。好，那么再过来呢，这是我们代表人物，就是叫做圆圆同学，他们这一组呢有一二三四五六个人一组，从以前到现在都合作得很愉快。刚刚呢，疫情在这里，现疫情就是说他已经交了。等一下呢，李显他也说他交了，李彩荣啊，他也说他交了，黄生又也说他交了，陈怡佳也说他交了。可是没有人像我跟刚刚跟各位说的那样子，交作业是很快乐的事，是很隆重的事，要告诉我。清楚地告诉老师，我们是 teamwork， 组长吴圆圆会把整组的作品传下去，这几个字都写不完吗？我们是文学院的人，基本上是文学院的，这文学底子很好，这就说什么要练一百本书，然后要写笔记，那学了一些功夫为什么不用呢？那不是很可惜吗？对不对？哦，时时把自己的实力给表现出来，表现出来就会越来越好。好，看看吴圆圆。这是跳肢体，然后呢这是年轻嘛，充满了活力，然后到各处去玩，把它留下来，啊，是充满了活力，充满了这青春，啊，像这样的特色，要把它表现在任何的地方，啊，这个可爱，这个特效效，啊，去哪个儿童乐园玩，加几个字会更好。踩着踩着踩着就往前跑，哇，就是这几个同学啊，这聊表敬意，因为有这么多人哦。好，那么在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吴圆圆这一组有六个人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接下来是刚刚是吴圆圆，现在呢罗慧珍啊，罗慧珍，看他做什么？罗慧珍就讲了一个，罗慧珍没有东西，没有内容。我告诉他，
没有看到任何东西，请怪事啊，坏掉。这前几个同学做了吗？一看呢，没有那么困难，对不对？好，把它储存，储存完成了，我们就滤过芦苇针。那么再过来，我们还一样看是批改的地方，修改的地方。那芦苇针下来又会是谁呢？林子啊，于子言。罗慧珍完了以后呢，就是陈怡佳。陈怡佳我们不用进去看了，他刚刚已经那个吴媛媛同一组。不过看一下啊，看一下他也是那个样子，叫做鱼角角。这是太习字如金了啊，习字如金一样的啊。请多加几个字，交代清楚。楚是这个楚，楚是交代清楚。好，储存，同学要去看我的留言了。出钱完成了，好，这个是宜家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宜家的下一位，宜家的下一位是哪一位呢？嘣，嘿，宜家，看到了没？找到没？好，宜家的下位是宇子仙，开始有许多有趣的游戏漫画的机器，这是 David Long， 还有一个的，这是小狗的日记啊，对啊，唱歌啊。出去海边玩，中场时间休息一下。小狗是这样。这么好。小狗是这样。很有意思，非常有趣。好，跳回去。那这个这我们就不加意见了大家，这是子仙玩的是谁啊？子仙玩的是新慈，在那一组里面吗？没，新慈有作品。好，看看新慈做的是什么。故石定松山区，石碇的松山区，哇，石碇有这么好地方了石碇啊，保持很多原始的山林，到山间走走，看到我这个人家出去，这是土地公庙嘛，观音庙，在哇，走在隧道山海里面，石窟。石碇有轨道，车站，那这个车站呢？石碇是放天真的地方吗？好，那么我有这些无人养的猫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哇，石碇哪有个地方好多猫啊？对啊，哇，那我看，我只看你，哎呀，人走，猫也走。那
那不是猫空，哦，平西呀，平西车站，平西车站呢，啊，出来玩玩的，风景好漂亮，晚上，黄昏的风景，那回来怎么办呢？我还要坐缆车，缆车这跑到哪去了？嗯，猫空吗？猫空有很多吃饭的地方，在山上上可以回望台北市，哇，可以看到这个101大楼啊，果然是风景啊，猫缆、猫空的缆车，嗯，即使这次跑去石碇、平西、猫空去玩一趟的游记。再过来，一直线，张新池，再过来，陈冠豪，好吗？陈冠豪这下子交了好几个作业。他要交电影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以前的作业，以前的作业可以点他嘛，就看出来他交了海报、好像再过来，这个麻烦，这个又要从头开始啊。陈冠豪交了海报，那么第二个呢，来再来看看陈冠豪。陈冠豪在哪儿啊？张新池、陈冠豪在点他。那么第二张是什么呢？他自己怎么会这样？哦，这样子看得清楚吗？哦，这是他的 logo， 哇，挺帅的哦。好，啊，这样子啊，这是他的电影啊。他用这个威力导演前面那一张呢，是这个海报，哇，那前面室内设计还有景观设计、建筑设计，他都已经有教哦，好，非常好的学生，啊，非常好的同学，我们来看他，啊，做了什么样的影片？哦，晚上啊，孤独啊，啊。这美丽的地方呀，走着走着，哇，斑马线变调变成红色，看起来有一点神秘啊。继续往前走，一直走，孤独的走，孤单的走，走过大溪，走高道，走到天桥，往下走，下面好热闹，车流很多，在天桥上面。就显得有点孤单了，只是一直往前走着走着，加几个字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外面的风景很热闹，那仿佛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对，往别的地方跑嘛，哦，寂静的夜里怎么样啊？往外看啊，没有我以外的人，跑到没人的地方就看不到人了。继续往前走，好漫长的路啊，人生很漫长的路，感到有些寂寞，是不是啊？打个电话嘛，打个 line 嘛，跟朋友聊聊天嘛，这是 Paul Director， 这显得这就是叫做不要钱的，所以他会显出来这几个字。Paul Director 是正式很有力的这个影片哦，这走的有图案的效果，那么我又还有合成的效果。如果你感到孤独怎么办？听说就回到家里吧，啊，怎么办？就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回家吧。果然是的，回家，那家里怎么办？一定有人等着。是啊是啊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到外头去晃呢？感受一下放空的感觉，感受一下
自己跟自己相处的那种啊特殊的境界还没完呢。回到家这一路上也是会有那么的孤独的景象，找着找着，哇，家住在哪里呢？家这个出去的时候刚刚要走过这里，矮矮的骑楼，边边还是很热闹的，我停了很多机车，哇，人行步道不是很宽呐、啊，哦，继续往前走，回家的路一定很高兴哦，可是还是有点意外，穿的是什么？夹脚鞋子是，哦，有人呢，那个是送东西的，那个。无意之间骑着摩托车在送东西的，好，我呀，哎，你看这是 Power Director 的这个特效了，这音乐啊，代表一个回家一种快乐的心情嘛。走着走着，对影成三人啊，对，那个李白说的，那我们就走在人行道上面嘛。奔波的那个十字岔线继续往前走，哇，这路面不是很明显啊，告诉我们一只好可爱的鸟的一天啊，翻箱倒柜到处都是，就喜欢把东西从箱子里面拿出来，十字鸟可以拿来算命，你知道吗？这里面放了很多命运，然后他就聊出一张来，那算命的师傅呢就来看着那个纸条，主人才会有事做啊，主人就是把那个通通捡回来放回去，果然是养宠物就是要热闹，你得照照镜子，照镜子总是觉得很奇怪，那我们人也是一样，照着镜子是东看看西看看的，那身上脸上有毛拿不下来，拿不下来，哦，主人帮忙拿下来，顺便还能摸一下，哦，平常不可以随便乱摸，在玩水啊，你他不会自洗，潜水，那弄干很麻烦的、啊、哦，这是玩得很高兴，这个主人可是有的忙，跳到水里玩个痛快，啊，这是好东西，很好奇。好奇有没有把它吃啊？对呀、啊，第一个感觉是可以不可以吃啊？都是这样，果然是可以吃，东咬咬，西咬咬，不错，味道还不错。这音乐很轻快，跟那个鸟的动作啊，很配的啊。哎，鸟的黄色颜色也非常艳丽。这黄叫做 V 八，这个颜色边的时候它叫 V 八，这 V 八是很鲜艳的，这黄色，哇，各个角度拍一拍，这个鸟还很合作，还有前面让你拍一拍，侧面让你拍一拍，那拍的人要换镜头了，到处逛逛哦。这边已经吃饱了是吧，吃一点点，东晃晃西晃晃到处玩去，这下跑到哪去了，躲起来嘛，再回来，哦，跑到地方不想回来了，越走越远，我到这里是一样，东捞捞西捞捞，东检查西检查，还在继续往前走，是吧，看看这个是小盆栽，小盆栽要、哦、这个没什么好吃的，就对着这一个一直找里面，看来呀、啊、不太有什么收获，蛮失望的，好，走回来了吧，
你走回来刚刚还是刚刚这一盆比较好，这一盆记得吗？上面还有点小小的叶子，可以吃一吃啊。哇，啊，那个是石莲花，石莲花，东晃晃，西晃晃，摇头晃脑，哦，最后一个认真的要找到它的根部了。挖土中，这个土里面有什么宝贝啊？那可能有一些生物，很营养，很认真的工作。这是他一天的日记啊。那主人啊，对他非常的用心啊。然后找作业啊，临时又找不到演员，这个非常的配合。哇，就又拿这一盆来，反正他最喜欢这一盆。那个一叶一叶躺在土里的那个叫石莲花，嗯，石莲花长得很像莲花一样啊。那我们怎么了？玩累了，想要睡觉了，怎么变黑了？天气也暗了嘛。是啊，快乐的一天，晚安哦。同学，你看得如何？觉得很有乐趣吗？好，再过来，乐趣看着看着就忘了作者是谁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啊，作者是蔡宜贤吗？王楚勇。那会漏掉人呢。殷子仙，这是张新驰看过了没？张新驰看过了没？哦，张新驰看过了，石定的。看铁蛋的，还有看猫空的，是张新驰看过了哦。那陈冠豪啊，陈冠豪三个作品也看过了，对不对？交了三个作业。再过来，同学，你一定还记得哟。刚刚看的陈冠豪，现在博凯还没有交。王楚佑刚刚点过了。那蔡宜贤，我们来看蔡宜贤做了什么事。蔡宜贤，其他的组员帮他教了，我已经留过话了。蔡宜贤完了是又是谁呢？那嘴巴里要练蔡宜贤，才不会忘掉。那么再来啊，蔡杰真嘛，My Day， 蔡杰真是哪一位呢？哦，蔡杰真就是说你讲的。是那个，不是这个作业。好，那蔡先生看过了。蔡杰森看过了，但王立军看过了没？王立军看过了。王立军，雨欣呢？哦，是做了鸟这。鸟的一天。接下来是应该是林立清。好，林立清呢，帮他小孩在做笔记，不做日记，从小时候做到现在，这个可以留的，留到怎么样？留在以后他结婚的时候
把这个播出来，不过要加字，要加音乐，他就这样一天一天长大了哦。那中途有哭有笑，我们还有妈妈陪的，妈妈就喜欢玩小孩啊，把小孩装扮得漂漂亮亮，拍拍照片啊，给他穿各式各样的衣服，都好可爱，对不对？这个玩具都比他还大，哎呀，这很用心，这是电影嘞，哦，这个电影把它连接起来，哇，好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哇，这个是好快乐，哇，这个变成东北啊，哇也长大了，长大的这个，我就喜欢玩耍，背着书包要上学去了，哎呦，给他这个鳄鱼的衣服，哇，跟同伴们玩在一起，哎，这是他吗？好像不太是，哎，对，真的很白目啊。这个，家长骂小孩子骂得很愉快的，对，这个其实他不是白目，是太可爱了，对，哇，这越来越有生气啊，这个阿姨嘛，哇，还到外面去思想家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给他多加几个字呢，加一点音乐啊，哦，哇，开始仰望星空，啊，祝福了，表情很多，准备穿好衣服要出去闯天下了，到这个地方来玩，哎呀，圣诞节是生日快乐啊，果然是快乐，给了这么多，哇，瘟疫期间要戴这个眼镜啊，越来越福相了，哇，哎呀。还是有意思，出门要手穿啊，穿好一点啊，什么这么高兴啊，没有啊，这 Apple 哇，过年那么多钱啊，乐呆了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，我不让你出去，我们在家里自己的玩啊，是这样子啊，禁止说话，哎，关紧闭，哇，画家耶，哎呀，这个很会做功课，连猫都被他感动了，陪他，哦，妈妈陪他过 Happy Birthday 啊，这个，哎，结束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留着，这留着，那以后呢，他要结婚的时候再把这一段播出来，不过要破啊，配音乐，要配音乐，啊，配一点字。然后加一点转场的效果，那会啊，会很精彩。然后再过来看余翔，余翔做了什么？余翔来个，哇！余翔也是走路啦，毕业快乐！哇，原来是帮人家拍毕业照，这是辅仁大学，哇！令人怀念的榕树啊，校园一坐就是近亲延缓，这是一幢大楼啊，这个是近亲啊，不是，那这是啊毕业典礼的地方啊，去哪儿啊？那天有活动吗？好，美丽的辅大。毕业快乐！哇，一车把我给抓进来了，这了不起，是哪一位呀？ 哎，这个看得让人真是觉得非常的快乐，对嘛？他就是这样嘛，把我们的活动就变成你的作业，你既然也是做了这个。啊，人文社会服务，同时你也把作业做完了，然后呢，又让老师非常的高兴，这位同学啊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那么有没有把他的名字记起来呀？名字记起来以后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对不对？还是余翔，好，余翔啊，那我们再来看看洪冠哦。洪冠，我们有一个艺术学院的，艺术学院的院长叫洪冠超，你只是洪冠，他是洪冠超，嗯，那你比他还超啊，你还操心，你看他多辛苦啊，T
跳啊，哎呀，他跌倒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，再接再厉，又成功了。哎，接受另外一个挑战，哎呀，真的是好选手，真的是平衡感好，那又有动力啊，上一个下一个再来。那我们台湾这场地不够了，那么如果那个国外啊，它就会有那个斜坡，那你可以这样上去再下来，跳上去在上面停一下再旋转再下来。那我们呢，这样还是忘不了，还忘不了，忘不了啊！是，这很重要，就是啊，你应该请他来看你表演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古时候说你与月举着龙，男女这个啊耍技术来吸引你的伙伴啊，对，啊不只有静悄悄的看着你的手机，他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办。徐宏冠，哦，好，最后一个，这个卯之真是外系的同学，外校的同学，看看他做了什么啊！这最后一个我们就要结束了。哇，利用别人的题材收集起来。然后这是自己、啊、也没有再谈呐、啊，哎呀，很有才气的才女，看你看这个样子就知道她很有才气，她是从别的地方把影片拿下来，啊，说出她的感想，希望她100%。100%，哎，好，谢谢你，会给你100，谢谢你，让，我就是希望他跑到文湖来，从外系跑到辅仁来，啊，但文湖人可以吸收到很多东西啊，对不对？那是很辛苦，又要跑很远，那我们这个呢，这个总共啊，有。他有说只有20几个人教，还有10几个人教，有20几个人呢没有教，然后呢他怎么样呢，他说他可以让我来提醒没有教的同学，好，那我已经提醒过了，那么这个影片我们也看过，好，谢谢各位热心的参与，请你做过了你就会知道，嗯，天下没什么难事，谁都可以做成这个样子。还谢谢那个余翔，余翔啊，你为我拍的那一段电影啊，我啊会把你收集起来，成为我的纪念的一部分。好，今天做到这个地方，非常谢谢各位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我要关机咯。大学回忆的4年，哇，赶公车，走过荒野，到了教室，好无聊，笑死了，疯了，哇，这么高兴，化妆上晋级星期四，大老板是谁啊？小组会议，开学了，报干必制啊！熬夜啊，每天必制，这种校园呢、啊，每天必制。哦，听着哇，跑到外面来。黑暗讨论期末，大家都觉得非常可爱，还赶到菜市场。走完辅大，我在游泳池里面，哇，
圣诞节还庆祝么？辅仁大学2022耶，毕业快乐！好，祝你毕业快乐！好，这个是刚刚是蔡余军呢，蔡先，尤其是大众传播的，大众传播超专业的，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。他在网络上面，好，来，每个人记忆里都埋着各种气息啊！哦，菜市场，是。这种办法，不是鲜渣糖，因为后面有一个故事。这么好的意思，这一世人这么真实。哇，怎么办？故事这字幕放上去啊，是非常专业的一件事情啊！谢谢威奇。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啊，高明真的《Lazy and Lonely》，《Lazy and Lonely》，《Lazy and Lonely》，高怡真四年级。
本是四年级，哇，在做壁纸啊，怎么还有空？逗狗啊，嗯，哇，在养鹿场 ，What's this？哈哈哈，叫小狗读书了，自己不愿意读。这么小 ，What's this？ 瞎子，散散心，哇，是长身体，哇 ，What's this？我回到城市了，got nothing to prove。哦，不能跳啊，只能把木偶丢下去啊。Who this guy is？ 穿过隧道，看看街景。好，结束。林之涵，林之涵是做一个通宵症的生活。林之涵在这里哦，好。通宵镇的生活长得怎么样呢 ？Here we go。通宵镇也是养狗，哈哈，把狗的嘴巴淹起来。哎呦，不能随便乱逗哦。也被绑起来，不能发威啊！哦，种这个，那狗怎么啦？啊、哦，通宵镇的生活上，有乡间老人，有动植物，有狗。黄维群，他住了。电影在这里，好，那个其他的报告我待会再来看。电竞少女 ，Let's go！ 哇，一路打呀，哇，天蛋啊，一路往前走，天中子弹，看什么打什么。从地上打到天上，无敌不够！哇，那么远的狗都打得中。好，哇，无敌不吹啊！来，我只选 ，Go！ 我一天的 Vlog。用电影做日记，一宝猫猫有约，坐汽车到捷运站，
天气好，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。跑到捷运站，啊，心情好，天气好，人也变美了。嗯，到哪啦？江滩，江滩建潭嘛，往东门的途中哦，士林建潭到圆山，对，那等一下到东门，哈，其实已经够快了，好耶。呜，眼过去，哇，拍窗外，漫长啊，真的是漫长，其实已经够快了啊，好长了呀，多长的一段啊，好长好长，真的好长啊，同样一个景。我们可以跑快一点吗？好，去顶溪啊！哇，中正纪念堂，转车，嘣嘣，嘿，转木，转得好，转车。吃穿睡睡，还在这样，还在坐车，这么快乐。顶溪到哪里？下一站长春市场，出了捷运站，好漫长的路，哎呀，坐在这个街上，哇，看到了，看到毛啊，跟毛毛有约，哦，好可爱，真是。然后呢，哇，这么多宝石，还在的，谁来在呀、啊？直接融化，看了就直接融化，哎呀。心情好，天气好，人又美，然后呢，找不到路，找不到怎么办？在等人，哈哈，这是毛毛。那这个毛毛是寄在谁那里、啊？随便报一只吗？嗯，猫子晒太阳，找到一家宠物店，找到了没有啊？猫子晒太阳，目的地到了，好、啊，目的地到了，做什么？猫子晒太阳，主角露了脸。跟毛毛拍的洞洞 ，Who's 洞洞？医保带毛毛散步，天哪，毛毛真的好可爱！哎，真的是好可爱，这个顶溪的路还不真很平滑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走着走着走着啊，上阶梯啊。上楼梯的样子很可爱，哎，好，跟着那个人跑，那人是认识吗？不认识，哇，那个人也觉得这个毛毛好可爱，逗起毛毛来了。
他来说话，啊，穿过天桥，结束于宝妈妈搭车去南四角找我的爱人呢、啊。跟妈妈约会完毕，一直走，一直走到南四角。剪头发，哦，剪头发这么好看呢、啊，真的是。头发剪好了没啊？哇，剪完好帅啊！真的，啊，这理发师真的是好会的。我就是想剪这样的头发，哦、啊。哎呀，耍废去追剧了哦！那真是快乐的一天，离婚协议书，哇！好，谢谢你，谢谢我们的吴子贤，你一天真的是过得非常的有变化啊！这其实也是一日的日记，哇，好有学问呢、啊！这是坐的电梯上下嘛？哦，早上起来刷刷牙，穿好衣服，哦，也是穿好，天气好，心情好，人潇洒，嗯，好，真的是好，配备前厨啊，这。配备齐全，跑去玩电动去了。哇，大家都在玩电动。哦哦，吃个早餐呐、啊，哇，好补啊！日食末食吃完了，哦，好 OK。吃甜点，末食。哇，要跟谁啊？哦，不要拍我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哦，也要去哪玩呐、啊？哦，结束了，哈、啊，哎呀，这一天的日记就这样完了，好。